只是一个经者啊，称连我们释迦牟尼佛都称极乐世界的人呢，叫做诸上人，诸上人，极乐世界最高，那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善宗之上。其次就观音菩萨、释迦菩萨、诸大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弥勒菩萨。那么再接其次就一生不住，马上就要做佛的菩萨，或者是阿罗汉、三贤十地菩萨，最低也是阿鼻八支不退位的。菩萨不退，你这个好。那么诸位都是将来极乐世界中的人，所以诸位都是诸上人。我呢和大家见面也是讲佛话，我就问你黄世远居士，那么我讲什么佛法契机呢？黄居士就考虑之后写了个单子给我，有六条了。那么我也可以告诉你讲，第一啊，是真谛或殊谛，殊谛就是世俗的一些事情。殊谛，殊谛是
生灭法、有为法、入梦幻泡影，真谛理是不生不灭法，无为法，真实不虚。那么永久不变，那么就是叫真谛。谛就是理，宇宙人生的大道理，确确实实如此。苏谛就像镜子的那个面照出来的宇宙人生。真谛就是镜子的玻璃本体，那么宇宙人生都从真谛而现出来的宿谛，都从玻璃本体而现出来玻璃上的现象。那么譬如是镜子，那么实在说是真谛很高贵，这是用玻璃这个镜子不够高度，这是金刚钻石啊，钻石都是钻石啊，用这个皮，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心，清净本然的心，那是真谛。一念不生，念念念念去，真谛就渐渐开显。那这个真谛像我们的宝贝一样，很尊贵。那么镜子的本体，那么由本体所现出来的现象，宇宙人生，那么这是殊谛。殊谛有世俗的道理，真谛那么有那个永长不变的这个道理，谛就是神是不虚，确确实实滴滴嘎嘎，那么是这种道理，就是谛。那么比如说我到正观念佛会来，我一定准备怎么讲，或者怎么说，一定有事怎么办，这是殊谛。是殊谛这些事情，我见面一定按照通常的礼貌，要问询问询。等着我穿上大袍，披上袈裟，我一定来到佛前拜上。那么这就是殊谛。那么真谛是保持真实不虚、如如不动、不生不灭那个心，那么也是禅宗讲的心也禅，坐也禅，于默动静体安然。我们静坐中呢，就是心也念，坐也念，于默动静都在念，念佛，这是真谛，不变。我以镜子的玻璃本体，应付现象界的事事物物。那么一定是这个真谛是不生不灭，按照我们汉民族固有的道德说的，就是诚，这至诚而不动者谓之有也。诚不诚，那么未有而能动的这些，一定要诚，有真谛，这是我们的。称宗有智慧，
那么合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，有智有理，保持在心中，然后应人接物，那么处事待人有这个决定。要是从恶知见善而惑，那么未出发点那就基本错误。那么比如说是我到老东方，说是家具店看看家具啊，那么这个经理啊，老经理啊，有倒茶，有请坐，有拿报，有谈谈家常，那么这都是书弟啊。要是说老那个谈谈老经理要是明白佛法，我就应该做生意，就应当这么做，应当这么做，我还要面对念佛，我可是为那么大众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以至于我们华侨是我为我们同胞服务，那么这是俗地。我虽然俊笨，不一定就是赚钱的，那么讲究就是服务。那么这中间还念念念佛，念念念佛，这是真谛。服务是俗地。那么说起来很容易，那么做起来很不容易。那么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嘛。可是说是不容易，我们佛门弟子这段还必须往下做，渐渐求这个真谛，要真，要真诚啊。那么求这个书弟呀，待人处事啊，应人接物啊，办事都没有过于不及，喜怒哀乐，那么要的表现。表现它恰好处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是真谛；发而皆中，皆谓之和，这是俗谛。喜怒哀乐未发，我要安定不动，还是念念念佛。那么车开到这儿了，我这时候就先打听，办事局是来没来呀？你的多少人啊，那么你还有什么事啊，念念念佛啊，才能做得恰好处。那么真是不虚，我一至诚我来做，那么这时候有真谛法会，有本体，有本体界镜子的玻璃本体，用这个镜子照一照大家，那么现象界这个书弟，我应当怎么说怎么做，可是二弟要笼统不离，不能说我在那打坐我什么不管，我应当管你的随缘境界，那么书弟要是离开本体，离开真谛，那么越走越远呢，那么漂泊在空中，那么书弟离开真理了，那也不可以，那样也一错错到底，挽救不回来了。那么我们是佛门弟子的，如果譬如说讲绑架杀人以后，就是那么被人的抓就要逃到最后叫人抓着了，那么在监狱中还要辩驳想法，那么减低自己的罪，这不是基本错误，那很后悔不及的。所以书弟和真谛说是不二，所以不二法门呢，就是这个，在哪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犹如觅兔觉。小兔没有觉，也不是牛啊，是一定在事实中做得恰好处，那这就是。